来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祝咱们这个大家庭啊越来越幸福。六年了啊，活到200岁，行吗？好，来。哎，我吃我自己烤的，真好吃。是挺好，是挺好喝了啊。嗯，你喝吧。这春节得跟你结婚，结婚你生个孩子，你得随时抱机灵，得跟你结婚。不着急，关键着急也没用啊。这么着急没用啊？嗯，姑姑说让我赶紧结个婚，生个孩子。啊，不是我着急没用了。说等你生了孩子，他就去给你开孩子啊。不行，你叫你小姑不是开你？我是。等你生孩子，他叫我小姑开。我这个哎呀，都没谱呢还。一点谱都没有。半年时间。你养儿八闺女都8岁了。可不。啊，你这赶紧把你也找一个。你们这属于逼婚，来来来。预计还没今年。我呀，预计啊，预计。哎呦，原来想的是35，但现在看好像35够呛。妈的，45，明天就30。过了12点就35了，抓紧时间，就够呛。再等两年啊，再等两年。我今天其实都没有想到我姑姑会突然问这个问题，但是哎呀，没有办法嘛，现在就是这样。现在结婚的人其实越来越晚了。我经常说，大家我总觉得我们着急是没用的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该提醒他，还必须要提醒。完了，你爷爷一高兴，激动地唱了个《贺月郎》嘛。唱了，那唱个，那唱个吧。啊，唱吗？啊，唱不上。那户的啊，这唱的是吗？全都脏了。一般一清嗓子就是要唱。那唱啊。我的父母到归山。唱上一句来。唱一句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，那唱一个呗，那包括杜淳那天晚上的表现，我觉得他也很开心，也很幸福，很和谐，很安详，我觉得特别好，特别特别好。嗯，原来我来的时候家里聚会的时候，我一句话都不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但是最近这两次吧，跟家人在一起，我就好像变得话就多了，就觉得真的是自己是一家人了。